周董的嫩模女友昆凌今日与温升豪携手为运动品牌开幕剪彩，昆凌还献上一段橱窗秀，一身运动装扮的她看起来活力十足。不过媒体焦点仍放在她日前被曝曾与棒棒糖男孩交往过，对此她不愿多做说明。他不说我就是没有什么好谈的，对啊，因为他还说是经纪公司，是吗？现在还有联络吗？相较于昆凌花边新闻缠身，温升豪则是开心入围本届金钟奖男主角，年年都入围的他，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？随缘啊，但今年压力稍大了一点，因为每年都有入围。对，每年都入围，然后今年特别大，因为希望整个团队能够多加一分，所以会更期待一点。温升豪除了希望能拿下男主角奖项，也透露届时将会与隋唐一起走星光大道，而无论他得奖与否，演技备受肯定的他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